我是法拉第下士，我们处境危急，指挥官们。一旦他们开始活动，将会毁灭整个城市，并造成大。 敌方打击部队，敌人隐形了，但我还。 扫描显示，一枚虚空碎片就在你们附近。我要摧毁，点亮你们的战刃，战士们。 进化完成。看来 Glivik 恢复了。战斗吧 ，Glivik！ 来吧，蠕虫。 在，洞穴之母卖了，会为我们的组织而战，是时候改变了。 准备防守，我们的敌人。那还只是个开始。好的，指挥官，多枚虚空碎片在战场上激活了。起来吧，乱世蠕虫！战斗吧，妈的！ 大格恩，来自族群的吞噬者，献出你的力量。进化完成了。我必须改变。我们的部队与敌人交战了。现在我可以召唤大格恩了。 敌人想猎杀我们，但那些凯莫瑞安的海盗竟想趁城市被袭的时候偷我们的东西。雷贝克的力量恢复了。 我们必须在那些碎片激活前拆。来吧，蠕虫。
所以敌人想要攻击我们的基地，我们干掉了又一枚碎片，我们进化。 起来吧，乱世如潮。到这里呢，怎能就这样放弃？虚空碎片已毁，一个死了，一个。侦测到大量虚空碎片。我在。 那些懦夫跑吧，指挥官们！进化完成。 看来你们也不是徒有其名啊！根本承受不住。 需要尽快赶往碎片所在位置。 快碎片！德拉姆万岁！我方部队遭到攻击，麻烦了，休息好了。又少了一枚麻烦的局。完全不是我立的。起来吧，乱世如潮。有个奖励目标，集结。发现敌情，准。倒计时显示那些碎片快要激活。 冬雪之母，麻烦摧毁他们。很好，这就是我喜欢看到的。别太担心，指挥官们，全力保护城市。什么都阻止。